然后运用巴比伦的这个天，哎，看你老师补不回来。我刚几趟啊，居然补不回来。好像有点叫哭一点。好，好像有点叫哭一点。OK， 一样啊，做横排记得要做，要用巴比伦，就是要玩横排，知道吗？嗯，过人家怪狗玩巴比伦就是要玩横排。处息低的时候，好吗，各位？处息低的时候，然后像现在攻击力还蛮弱的，所以我决定这个不怎么做攻击出哦，流星流攻击，流星流攻击，嗯，应该可以残血了，哎，啊，再见。基本上他一直叫我挑战这个快速通关的一个节奏吧，我想。嗯，我现在消到我自己的心珠。其实巴比伦哦，这个圣墨之塔官方在设计的时候，它的设计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，我个人认知是这样。哦，但是它出了一点小小的 trouble。哦，什么 trouble 呢？就是他忘了计算，天降之后会增加的落珠次数。哦，落珠次数增加，那 combo 数也会跟着增加，它的几率哦。哦，官方可能忽略到这一点。那巴比伦要怎样做平衡呢？嗯，基本上讲的这句话是不太好的。不过如果他要做平衡，对不对？天降的暗珠只要错开，那个平衡就会出来。嗯，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件事发生，好吧？好，我们没有人希望这件事发生。好，所以千万保佑他，千万落珠次数不要变动哦。不晓得大家对于百姓刚刚见解有什么看法？已经跟希腊变成了樱花树一样的概念。嗯，差不多一样是那个意思，没错。可是希腊就嗯，所以希腊曾经没落一阵子是有受它的道理的。所以这件事是比较好，是比较好。对啊，都被干掉到死。我先预告一下。对，我只是说他平衡如果要做的话是这样做的。按八对人都放什么？看你的转速功力啊。像三到五康博的话，就跟百姓一样，放短期低的。哇，技术好的话，你可以放长期低的。哦，或者连续碾压的，连续碾压的哦。非常好，一次两颗，他妈你的咪消到，提升了我们这个通关的难度哦，优秀，优秀，看来就平民百姓也干得出这种事，一个这么简单的关卡居然玩成这样，轰，先送他一包，来吧，这两个人在冲啊，打酱油吗？看起来不像。嗯，居然这么悲剧的攻击力！哦，两串新的哦，按了个波尾格，我马不要走。哎，基本上这两颗是属于一个非常碍眼的现象，我们就无视其哦，这样碍眼就当作没看到。巴比伦该亏了，巴比伦该亏了。我的牧夫怎么那么远啊？绕南过来。
拢去开落去，因为我知影我威力可能无啥搞话。不要问为什么要消暗珠嘛，因为我命都快消了，我命都快被消掉，我还不消暗珠。灌个灌过去了，非常的，这是经过我非常精辟的计算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你，我刚非常紧张，哦，绝对不会承认，打死我都不会承认。操，前面一滴我他妈想着，有人是问说这一关是不是可以主机哦？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的，不过我刚打了点用力，为什么？因为算了，我被他打那么用力，不如一波把他送走。我的 idea 是这样，不然都觉得怎么样？关不死他没关系，我没有补回来。CDG 的回血，对不对？我就把他送走了。哦，这样比较保险。阿兰的画面那屌离啊！哦，感谢我够奖哈。嗯，为什么我看到骷髅啊？我血不够，一次五亿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，没补到。没关系，我们靠天降是可以补回来的哦。好怪啊！现在时光只要靠天降补回来。有人规定吗？应该是不吧。我决定用两波把它带走。就是假如失误的话是两波了。漂亮的蝶珠啊！我来干嘛两波，跟他带不太走啊？啊，下面，奇怪，嗯，自己把它切掉。先补血吧，现在他还有两回呢。不是我想补啊，但是你知道这个 CD 是那个，对，你懂啊？我可以跟你讲，其实是补不回来的。你看你龙哥都被挑起来了。我手机啊！其实刚清楚我是不打算消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给他消到。我们要果决，知道吧？临死前都要补一下刀呢。临死前还没讲是谁死，哇，这个鹿死谁手还很难讲哦。撞，天降，再见吧你，欧啦 ，K， 哦，哦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技能的判断是很重要的，哦，看你是要补还是要打。所以要看各位的反应，根据他的珠子的位置，好吗？基本上其实不难打，可是你们会发现看百姓打奇怪，怎么都打得那么惊险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看起来很恐怖啊！啊，不然怎么有节目效果呢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知道，没错。身为一个这个神魔专业的玩家，我不是说话，身为一个神魔专业的玩家。要能够控制那个要死不活的样子是很困难的，你们懂吗？就是别死别活，待机又别死别活的，要死不活哈、哦！真的不相信你请别的人来示范，真的他要搞得这么要死不活还很难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我绝对不会承认。这也是个高明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绝对不会承认那个真的是技术不好，好吧？哦、因为要控到那个要死不活还真的是很难。